首先提前20分钟把机器打开预热，轻捏花生仁，花生衣可以分离脱落，差不多一半就是比较适合榨油的花生了，然后放进榨油机里现榨，一键出油，无交叉污染，轻轻松松在家就可以吃到现榨的健康食用油。榨糖榨干拆洗简单，只需轻轻一拉插销就可以拆下来进行清洗。